连大分局长啊，哎，局长，啊，你应该经阮姨阿的店了，啊，啊，局长报告哦，迄工课已经拢交代落去，袂阁发生这款问题。拢处理好，再回去啊，哈。好，局长，处理好。交个介绍，阿弟。啊，处理好了，处理好了。好。陈大分局长啊，大声！你今晚唔知影迄间卡拉 OK 是我咧看的就对啊啦。啊！我怎么公事公办？你敢要公事公办啊？办你来还要办呐、啊？来呀、啊，你来帮我啊！公事公办来呀、啊！公事公办，你别夹钱钱笨蛋！啊，你你啊，公事公办。我看你面子啊！你啊，是李六。你搁搞介绍干嘛呀？没啦，我这个闹交代啊，得处理，得处理，处理，是是。家里人咁卡皮嘛，得处理。没啦，五分，五分，五分。家里人咧五分，五分，五分，是。那恁别个咧十岁咧五分，啊？那啥咧奇怪，是哪条啊？啊？我跟你讲哦，啊，我为先讲大先啦。代志若不敢要处理好势，医生也拢无啊吼。恁这三姑哦，准备啊，敢要调去山顶去啊！